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啊 N U L M 频道。咁今日就继续同大家分享马少英嘅演艺人生。今日就会由1959年开始分享马少英嘅电影演出。1959年，人伦、桂枝告状、沉香扇、泣京花、欢喜冤家、六月雪、女鬼嫁状元下集、双孝子劈棺救母、天赐良缘、帝女花、夸凤成龙、赵五娘万里寻夫、搭错线、穿金宝线、女儿香、含笑饮砒霜、胡伴草、女鬼嫁状元的上集。咁跟住就1960年年嘅演出就有《双孝女万里寻亲》、《望儿亭》嘅上集、《十大姐》、《翠楼春晓》、《阿福过年》、《电梯情杀案》、《孝子闹天宫》、《乳腺恩仇》、五儿哭坟、望儿亭的下集、苦心莲的上集和下集、代代柳文柴、招财进宝、花王之旅、屈金香。跟着就1961年有夜夜杜鹃啼、昂姑爷、儿女作兵人、小状元、火屈幽兰、追妻记、电话情人、小姑女、落霞孤墓、神童历险记、玉女求凰、风尘侠侣、可怜的妈妈。咁跟住就1962年有唐三藏取西经、双凤手、似水流年、三告状、飘零孤凤、花花世界、马骝精出世的上集、大明群英会、叶海遗恨的上集、双星女、危巢小凤、患难真情、吸血虎、南北一家亲。跟住呢就1963年马少英演出的电影就有工厂少爷、秋凤的下集、铁鸳鸯、千金之旅、香海情潮、儿女恩仇、冷秋眉的上集、少女怀春、万劫鸳鸯、金夫人、乱拜石榴群、痴情儿女、潘安、金锁匙、星岛姊妹花、七手八臂观世音、秋凤的上集、难测女儿心、冷秋眉的下集、火烧红莲子的上集、金玉满堂、紫霞杯。跟住就1964年就有大丈夫日记下集、
血指人，难道已当老婆？花花公子，情与爱，糊涂太太，血掌印，骑楼底新娘，大饭店，大少奶，冷艳飘零，大丈夫日记上集，丰富，柳叶刀，冤梦重温，南北喜相逢，痴男怨女，小夫妻。咁跟住就到1965年啦。1965年嘅作品有《海棠红》、《巴士银》、《巧破豪门计》、《青山依旧夕阳红》、《巫山云梦断相思女》、《诗礼全家上集》、《八方英雄传》嘅上集、《黑寡妇》、《三喜奇缘》、《相思湖畔》、《真假情人》、《八方英雄传》嘅下集、《标准丈夫》、《情海金枝》、《丈夫的秘密》，然之后就到1966年啦。咁就有66年就有《亲情深似海》、《情人的眼泪》、《两湖十八镖》上集、《神探智破验尸案》、《通天晓》、《701乌龙女侦探》、《玉女含冤》、《小康之家》、《两湖十八镖》嘅下集、《冷月离魂》、姑娘十八一朵花、婚姻大事、自作多情、历劫红颜、神秘的血案、英雄本色。咁跟住就1967年，咁1967年嘅演出咧就包括《英雄本色》、《一见痴情》、《玉女金刚》、《娇妻》、广播皇后、黑煞星、姐姐的情人、那个少女不多情、小媳妇、小姐、先生、师奶、金色圣诞夜。然之后1968年，青春歌后、梅兰菊竹、玉女添丁、玉女痴情、狂恋时、拆千金、青春万岁、龙门金剑。然之后1969年，桃李春风、相思河畔。跟住1970年，夕阳恋人。跟住1972年，玉女惜春。1974年嘅阿牛入城记、天网、鬼马双星。咁最后啦，就系1976年啦，就有鬼马星世界同埋呢个七情六欲。咁呢个七情六欲亦都系马少英最后一部嘅电影演出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马少英嘅演艺人生。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咁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粤剧名伶嘅演艺人生。好，下集见，拜拜。